主料，栀子花150克，鸡蛋3个，辅料，油、盐、彩椒，料酒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鸡蛋放料酒打散，彩椒切碎备用。将栀子花放入蛋液中拌匀，锅烧热，放少许油，倒入蛋液，用筷子不停的搅动，放盐搅动，多搅动几下，熟了就行。装盘，撒上彩椒粒，就做好了。烹饪技巧：栀子花苦寒，脾虚泄泻，肾阳不足者慎食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